今天我有我們地基的專訪，今次呢我們一個專題的討論呢，就希望能夠分三集出的，就是想談一些是地區組織，地區組織當然我們要找一些很突出啊，還有各門各派啊，一些做得好的人物去跟大家講一下地區是什麼來的呢，地區為什麼要搞呢，地區想搞成怎樣呢，咁呢個就非常之重點。咁未來嗰三集咧，我都會係有啲嘅建制派啦、非建制派啦，同埋啲嘅獨立嘅人士咧，去討論呢個問題。咁今日咧，我係請到咧許錦成議員。咁許錦成議員咧，大家知道咧，就係、是、其實都係老友記嚟噶啦，識咗30多年啦，又係民協嘅成員。咁咧就係喺呢個竹園村咧，就做咗好耐嘅工作噶啦。有冇20-30年啊？20多年啦。啊，咁咧大家都看到咧，嗰啲工作啊，即係對街坊嘅工作啊，對組織街坊嘅工作啊，對村裏面嘅改善民生咧，都有曬政績俾大家睇到嘅。咁今日咧想同阿許錦成傾下咧，就係佢嘅理念啦，佢嘅目的啦，佢嘅策略啦，同埋想達至啲咩效果咧咁。阿許錦成有乜嘢？你自己幫我哋介紹一下，即係為乜要做呢樣嘢？係20-30年啦，都喺呢個區唔喐喎。係有咩嘢撐住你咁耐咧？先答為乜呢，就即係我自己是社工嚟嘅，咁就社工畢業之後咧，就要做一啲叫地區工作啦，即係個目標都係組織啲居民關心翻社區，咁誒參與個社區，咁喺社區個參與過程咧，亦都佢自己有得著有成長，咁一路就用社工嘅角色咧，就係推動人參與噶嘛，咁就機緣巧合啦。咁我自己其實係1994年喺竹園南村呢個區做選舉嘅，咁啊機緣巧合就因為當時嘅現任議員咧，佢就不參選，咁我亦都認識佢嘅，咁佢話：許錦成，你有冇興趣嚟參選啊？你又過去就用社工嘅身份推動人啦，咁你自己都係即係公民一份子啦，其實你有冇諗過你自己都參選咧？咁我諗咗一陣，咦，咁係喎，換下換角色，又睇下會唔會都即係有另一個嘅突破啦。啊，咁同埋當時我都係民協嘅成員啦。咁民協都有個傳統嘅，就係其實即係阿基你過獎我就我唔係做得特別好嘅，不過係做得特別耐啫。咁亦都係個傳統就係從民協或者阿基嗰度有個體會咧，就係叫一加一係大過二，即係一個居民組織再加一個嘅議員咧，對於地區嘅工作、對於個發展、對於推動咧係好有幫助。咁我亦都係基於諗呢個諗法咧，咁我自己就試下喺度參選即係區議員，亦都係試下我自己用第一身作為議員身份去推動呢個諗法，又係咪有用咧？咁樣咁就試啦。1994年咁啊當選咁。一做就做咗20多年。係，你當時即係揀呢個區咧，就係頭先你講個理由，就因為有朋友提啦，同埋佢都唔做揾你接班啦。係，其實除咗呢個感情嘅，即係朋友推薦嘅因素之外，對呢個區，即係你起碼呢個區都咁耐啦嘛。係，點樣吸引到你可以做咁耐咧？這個咧就真係機緣巧合喎。即係當初咧，就我嚟呢個區參選嘅時咧，坦白講咧，對呢個區咧，唔能夠完全冇認識，因為咧我嗰陣時咧係住潮雲山嘅，咁啊竹園南村咧，其實咧就係我哋睇住去起嘅，咁我住潮雲山就係搭小巴咧，其實呢個竹園南村其實喺聖母醫院隔離嘅。咁我如果搭小巴咧，其實冇小巴直接上咗去南村嘅。咁只不過咧，啲街坊就搭潮雲山小巴經過即係聖母醫院，就喺聖母醫院落車就行過嚟嘅。咁嗰時咧就我有印象。咁同埋咧就亦都即係大概知道呢度最初入伙有幾座樓咁樣，大概知道位置啦，因為嗰陣時喺潮雲山大啊，即係經過竹園村。咁但係咧就對於個區咧完全係真係冇認識。即係咁啊！我自己係頭先講咧個過程，咁就1993年咧，先至就係嚟到即係竹園南村去同啲居民接觸啊，了解下區啊。咁其實嗰陣時咧就9月已經係投票噶啦。我1994年9月咧已經係投票嘅。其實我喺個區咧當初咧就係做咗10個月到嘅。10個月 OK。我正式1993年12月就喺個開始做呢個地區嘅服務。咁就1993年10月到啊，咁就認識下地區啲人士啦。咁當初就我係另一個民協成員啦，就阿廖成利咧嗰陣時佢係黃大仙區員嚟嘅。啊，咁佢同因為認識到一啲即係竹園區嘅一啲地區嘅街坊咁啊，介紹我認識。
咁就十月到去傾下偈啊，認識一下。咁啊，正式真係落去做地區咧，都係93年嘅十二月先至落區做一啲服務啊。當初第一件事件我仲記得咧，就係即係當時咧就即係房委會就通過咗咧，就啲舊型公屋咧會加個叫甲級保安嘅，會加閘啊，會請啲保安咁樣。咁但係就先做 Y 型，咁其他我哋中原南村都全部非 Y 型噶嘛。咁我哋覺得，咦，聽咗之後覺得夠唔公平啦，咁就上嚟做啲問卷啊，爭取就係呢啲非 Y 型公屋咧，即係房委會都要做埋啲甲級嘅保安工程啊，即係盡快做添咁樣。咁你嗱，我咁問你呢個就個起點啦。係。有起點之後，頭先即係你做咗廿幾年嘅啦，廿幾三十年。係啊。有冇啲咩嘅因素吸引你咧？即係一啲嘅嗱，你係從社工嗰個嘅角度去處理，係咪落呢個區啦？係咪區裏面有啲嘅人啊、事啊、即係屋邨啊，係導致到你覺得係要投身咁耐？阿基，你呢個提到咧，正正我覺得都我想講一個重點嚟嘅，即係頭先你提到啊，你做咗廿幾年，係咪有啲感情之類嘅？咁啊，正正呢一點咧，我一個經驗總結咧。即係如果做地區咧，咁我記得咧就我聽聞啊，就民主黨主席阿胡志偉咧提過，就話即係你做地區咧，你就好似追女仔咁樣，即係你係想追到佢咧，你就諗到好多方法去做個地區工作啊，諗好多唔同嘅一啲服務。咁呢個咧我就聽聞嘅啫，咁我唔知係咪阿志偉有冇講過呢啲，如果佢冇講咧就係我責任。但係呢個咧帶出咧就係我自己睇咧做區咧，我自己睇就唔止淨係即係追女仔咁簡單，係要愛個區，甚至係同個區咧談戀愛要愛佢，你先係即係做得好嘅地區工作，即係呢個係心態嚟嘅。咁頭先所講啦，就我自己當初做呢個區咧，其實對個區冇乜認識嘅。咁如果你從嗰個過程裏邊咧，可能咧我哋就係啲傳統嗰啲咧，就係即係。不是我去揀完看完之後中意呢個區去做的，而是我係做咗呢個區，然後先中意呢個區。有啲萬分雅價。係啊，因為個過程係咁樣樣。但係我就覺得可能係都係好，即係個安排都係即係配合到我，因為我自己係做社工，其實我即係中大畢業咧，一路都係做社區工作咧，都係做一啲即係基層嘅社區，做嗰啲臨工區啊。重建區啊，即係舊嘅私人樓區啊，都係啲比較基層嘅社區。咁我自己係中意做一啲基層嘅社區做啲工作。咁就當初揀中原南村都冇乜特別印象嘅，咁咪做咗先啦。咁就發覺咧，原來一路做落咧，就個區係好啱我做。我亦都係越做咧越中意呢個區裏邊嘅居民啦，去面對嘅生活啦，或者我越嚟越覺得我有呢、這個。即係要投入去做呢啲工作，咁亦都講少呢個區嘅特色啦，就係、是中原南村咧就有八座樓，咁其實有三座樓咧係一啲比較小型單位嘅200多呎，咁就當初我係其中一個好重點工作就係呢200多呎嘅單位就係小型單位嚟嘅嚇，咁就但係有啲因為當初要做重建咧，就將呢200多呎嘅單位就間咗咧就叫劏房，就變咗兩個攤位哦嚇，咁就俾通常就俾啲單身尤其是啲長者啊咁樣去住嘅啊，咁但係因為兩個單位就得一個廁所，因為最初嘅設計咧係得一個廁所啫嘛，係俾2至4人噶，咁佢劏咗之後俾1至2人咧就住一個劏咗單位，咁就出現好多嘅矛盾，好多嘅衝突啊，因為老人家用洗手間習慣個都唔同啊，咁啊變咗好多矛盾，好多衝突，咁我呢個第一個上嚟。即係94年當選完之後，呢個其中係一個係做嘅事件，而接觸到好多嘅長者，好多都係獨居長者，因為呢啲咁嘅問題咧，出現好多生活上嗰啲即係好多嘅困難。嗯，其中一個好極端例子咧，有個老人家咧，因為佢同隔離個老人家咧相處唔到，咁個老人家淨係爛咗嗰個板咧，佢就冇得去個洗手間，咁佢要走去公共洗手間，咁有時老人家要走咁遠咧。就行咗半路咧，定係已經係賴咗出嚟，即係變咗我就覺得有呢個咁嘅動機咧，去盡量去爭取呢啲即係真係影響居民嘅嗰個事件啊。咁第二個事件頭先講就係我哋好多啲小型單位200多呎，但係當初咧其實係做住咗5、6人嘅啊。咁第二個我哋即係都做咗好多年咧，其實而家都係繼續爭取緊咧，就係啲擠迫户嘅問題，就係住5、6人咧，你發覺咧200多呎咧啊係好擠迫嘅，咁咪是如果佢係三代同堂有個老人家，
或者仔女大個咧，其實係即係好難，好即係對於相處啊住嗰陣時咧係好困難嘅。咁呢個亦都係第二事件咧，係啱我當選咧都係去爭取。咁呢個亦都令到我係覺得即係好結合我自己社工嗰種感覺嚇，嗰種角色嚇，或者係講嗰個發揮，就係變咗我喺呢個區就唔單止係社工，或者唔係嗰個社工，係嗰個議員。但我會係推動咗，好似用，但我可以有社工呢、這個信念啦，我推動居民參與啦，解決社區問題啦，嚇，亦都有佢嗰個技巧嚇，咁、去接觸居民啦，去組織佢啦，去爭取啦，嚇，咁、即係其實仲有好多其他嘅事件，但係呢個係兩個我最有印象嚇、最深刻，即係落區做嘅事件。頭先講嗰啲係個案啦，咁即係從個案裡面咧，就係用社工嘅手法啦，或者係嗰個感覺啦，即係敏鋭咧。是可以很快去掌握那個問題去解決啦。咁頭先你都提過啲組織嘅，其實係唔係個組織本身係個目的啦，係還是個工具咧，還是係點樣樣？而呢個組織又可以幫到點樣處理啊解決啲社區問題咧？組織我自己覺得係即係阿基你所講兩樣都有關嘅，佢可以係一個工具，亦都可以係一個目標。咁即係組織作為一個工具咧，就係、你係凝聚到啲居民嘅力量啦。嚇、去結合力量去反映個意見啦，同埋去俾到壓力相關部門去改善個問題，改善社區啦。亦都係佢嗰個目的就係、因為組織啲居民咧去走埋一齊咧，佢有參與歷程啦。嚇、我哋要社工嘅信念啦。第二個就係佢係可以有個參與嘅平台咧。嚇、例如個事件過咗咧，佢都可以繼續留翻喺個組織裏邊咧，係繼續參與個地區。咁所以咧，呢兩個都係兩個角色或者兩個即目標或者效果都會有喺度嘅。但我曾經都喺過啲壓力團體做過，就係、其實我喺1970年代做過 SOCO 嘅，即係社區組織協會。咁啊 ，SOCO 咧就有一個處理嘅方式咧，都係跟美國一個黑人運動家Soralinsky 嘅一啲嘅諗法啦。佢曾經講過咧，就係話咧要搞居民嘅嘢咧，好鬼麻煩噶，即係唔容易搞得好同埋搞得到嘅。咁所以一路咧佢教我哋咧就話咧。對住搞居民嘅嘢咧，要 hit and run， 就係一邊搞一邊咧就係繼續，咁咧就係完咗一件事咧，好多時咧就係成功失敗咧，啲班街坊都散曬，成功搞掂咗咯，咁翻屋企啦，唔掂啊，咁又翻屋企啦咁。咁你點樣可以將呢即係你喺個區裏面咁耐咧？其實頭先你講過組織咧，點樣維係呢班人可以持續都存在去關顧自己嘅區咧？我係試下咁樣睇咧。就如果你頭先都講咧，我係或者我同意一半咧，就係、即係做如果係用事件去做咧，咁一定咧就係、如果你事件組織咗佢之後，參與咗之後咧，行動咗之後咧，佢大部分都唔會留低嘅，嚇、咁同埋咧就係、如果你想個事件做好咧，可能你未必係用翻你現有嘅居民組織去跟進，因為未必佢係當事人或者未必佢受嗰個事件最大影響嘅。咁所以兩方面，第一方面就我而家都有個嘅居民協會嘅。其實我頭先所講咧，補充就係我1994年當選之後咧，我1995年已經係組織咗個居民中原南村居民協會，亦都係攞咗會址咧，就係維係即係我哋地區嘅居民咧，我哋南村居民個穩定嘅參與啊。咁由居民協會推動好多唔同嘅工作。咁但係咧就變咗，我覺得係兩方面都係要同時去發展，即係維持一個穩定嘅居民組織咧啊。呢個係我頭先所講，係俾到居民有個參與嘅平台啊。咁當冇事件嘅時候咧，佢都可能係做一啲服務啊，做一啲推動啊。咁當有事件嘅時咧，就可以用居民協會啦，亦都咧就係其實更加重要咧就係就住個事件受影響啲居民，去做一啲組織。咁組織完咗之後咧，呢啲居民咧可能係受事件可能完咗之後，佢就唔會再參與啦。咁但係我哋有個聯繫，有個網絡啊。咁就呢個係可以或者係。如果佢真係有個積極性嘅，亦都可以吸納咗佢入居民團體嗰度去長期參與。咁但係呢個咧，我哋經驗就多嘅。係即係個居民組織本身係有目的嘅工具啦。即係一方面咧，就係有事件，有居民組織可以有個平台幫大家手去處理個問題啦。又係街坊自己關心翻自己啦。又係個嘅一個另外一個作用咧，就係個居民組織本身啊，係可以令到啲人咧，無論係事件又好，搞其他嘢都好，都要繼續聚養嗰笪地方。嗱，頭先你提過咧，就係想係做到一加一大過二嘅，即係話地區嘅工作或者地區嘅組織加埋一個議員嘅身份咧，
就會個力量更加大啊！即大概係你單獨嘅兩個嘅獨立嘅個體去做嘢加埋。咁嗱，如果其實呢個一加一大過二，你主要講緊嗰個功能係面對咩咧？係面對嗰件事工啦，還是面對因為有啲嘢屋邨嚟噶嘛？好多問題都係同房屋處有關嘅，還是面對住個對手啊？個對手房屋處而覺得係呢個功能大。我覺得係面對個社區。怎樣去凝聚到社區的力量啊？怎樣組織到居民的參與啊？對於如果社工識個信念，就是對於社區的發展嗰個效果是會更加好，即係議員同埋一個居民團體的互相配合咧，那個效果會即係發揮得更加好。我又試下你舉啲例啊，舉啲例出嚟。嗱，呢一定會係㗎。譬如我講對於喺社區嗰、那個問題，社區嘅觸覺咁樣，咁我哋作為議員或者我哋社工，我都相信我對呢個社區個問題觸覺咧都會強嘅。咁但係屋邨咁多嘅問題，或者就係有陣時我哋個觸覺未必係同當區居住嘅居民嗰種感覺咧，係完全可以感受得到嘅。嚇，咁有陣時我哋睇到啲咩問題，我哋都會問呢啲居民團體啊，啲街坊我哋定期會議，佢都會提啊，呢個區有啲咩社區問題，有啲咩佢嘅關注啊，提咗出嚟。咁呢個咧就會加強我哋對於社區嗰個觸覺啊，嗰個敏感性啊，咁呢個就其中一個效果嚟咯。咁當然咧，你話我哋作為真係做地區工作嘅，我哋要可能周圍走啊，周圍行個區啊。咁但係咧就你始終係一個我哋叫互相可能係一個補足嘅啊，我哋嘅睇法啊。始終，因為而家好多就係我哋唔係住喺區裏邊嘅本區嘅人啊，嚇，同本區嘅人嘅感覺嚇，嗰個體會咧有可能唔同啊嘛。咁呢個係能夠係即係互相補足啦。係。咁同埋就係，如果我哋真係去，亦都面對譬如房屋處，我哋做一啲爭取啊行動咁樣，咁我哋覺得嗱，作為議員一定有佢個角色嚇，亦都喺個議會上有佢嗰個角色可以推動啊咁樣。咁但係我都中意做嘅就係居民嚇、居民團體或者佢居民佢係反映即係居民嘅一啲睇法、意見。咁我覺得呢個係互相配合咧，即係更加我覺得係令到房屋署都覺得我哋唔係純粹你議員究竟你講嘅係咪即係居民可以即係真係有呢咁嘅感覺咧？咁我覺得係，所以我哋通常爭取事件啊或者啲問題咧，即係我哋唔會純粹係自己議員走去同即係。房署講啊，或者係同啲部門講，反映咗就當即係已經係即係做咗個工作，我哋一定係會組織埋啲居民，由居民同我哋一齊去直接將啲問題去表達俾房署聽啊。個成效大唔大啊？我哋過去經驗呢個係有效嘅啊，有效。咁當然咧就要睇嗰個事件係咩啦。如果係比較都係地區事件咧，效果會大好多。地區是本村的，是的，本村的。但是如果你牽涉到一些相關政策呢就困難一點，即是舉一些例子，剛才我說過一當選94年就有兩個我覺得是主要的事件，剛才說就是一個劏房的事件啊，怎樣去解決，第二個就是擠迫戶，這個呢就是其實即是這個是影響我自己這個南村的居民，但是這個是政策來的，因為劏房或者係擠迫嘅問題咧，唔係淨係南村有嘅，其他房屋處嘅屋村都會有嘅。咁所以咧，差唔多做咗成十年八年咧，先至係慢慢改善。我睇到係有明顯下改。譬如而家舉例子，而家已經所有房屋處已經冇劏房嘅，即係差唔多十年前佢已經係好清楚係取消劏房。咁所有嘅即係街坊，如果係住緊呢個劏房咧，其實佢可以選擇咧就係、是。搬走一個單位，然後就將佢改翻係即係原先嘅二人到四人嘅單位。咁但係呢個差唔多係做咗成接近十年。咁你話完全冇效果，我都唔係。但係你係要好長嘅時間。面對房屋處嗰個嘅啲房屋問題咧，除咗平時隻狗組織啊嗰啲，其實策略上面咧係有冇用一啲嘅社會行動啊，還是係同房屋處可以真係？同你傾傾完之後，佢就接受你哋意見，就幫你做啲你哋嘅要求啊。要睇個事件性質咯。如果頭先講就如果真係好地區嘅，即係一般恆常嘅，即係管理啊、環境衞生咧，嗰度咧，即係我頭先講咧，我哋都會去即係同居民啊去組織啊，
同佢同房屋署講啊，呢個我覺得都係我自己呢啲工作嘅即係做法啦。咁、但係都係相對容易解決好多嘅。咁但係如果係牽涉到咧，就係即係比較啲政策同埋個政策個影響係更加即係闊嘅、更加大嘅咧，嗰、那個過程更加難，同埋嗰個真係坦白講成功嘅機會咧，尤其是短時間成功機會咧，就更加困難。係。另外一個範圍的討論就想跟你傾下，即係作為議員咧，即係你另外一個平台就是區議會啦。即係除了議員自己喺區裏面處理一樣嘢，咁啊區議會亦都個平台咧，就係俾意見啦，講嗰啲政府部門做嘢啦，等等等等。嗱，而家呢個世代咧，即係特別呢十年八年咧，就係政黨林立，慢慢正凝聚咗好似兩個派系咁啊，即係一個係建制派，一個非建制派。嗱，呢一個咁嘅政治嘅變動咧，對頭先你講，會唔會破壞你所講嘅一加一大過二咧？我試下咁兩方面睇，第一個咧就係、有啲嘅工作，有啲嘅推動或者一啲社區問題啊，嗰啲解決咧，即係可能係未必需要去到議會層面嘅，有部分咁，所以咁變或者係唔需要去議會層面已經可以處理得到咧，咁嗰度咧就可能個影響唔太大嚇。咁、但係有啲我哋都其實都會用到去議會去發揮嘅。咁咧就我估喺即係我喺黃大仙區議會都廿幾年咧，即係我個嗰個經驗咧都可能係黃大仙區議會嗰個特色咧就唔係好，即係我哋叫 atypical 啊，即係唔係好正常的情況咧，就係、即係我哋即係區議會咧，雖然有不同黨派咧，就即係我哋相對係會就住一啲民生事件咧，比較容易去傾到一啲即係共同的一啲諗法、一啲建議，相對容易去做嘅。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因為我總結啲經驗咧，我覺得個關鍵即係議會即係派係。不同的政黨、不同派之間的關係啊，大家一啲對於議會個睇法或者議會文化係有影響。但我覺得最關鍵咧，都係如果我做區咧，就係、你係咪好掌握到個地區居民嘅需要？再進一步就係你係咪係凝聚到地區居民嘅力量，係去就住某一啲嘅問題、某啲事件咧，係凝聚力量而係清楚嘅需要。咁呢個咧就係、變咗，如果你係做到呢個效果咧。頭先講你可以用議會，亦都不用議會咧，都可以做好嘢。甚至你係通過推動議會，咁而議會就算嗰、那個大家唔同黨派嘅議員個合作默契未必咁強咧，但係如果你係好清楚嘅事件，而係將個問題擺咗上議會，而係你我哋嘅做法都係跟住，如果係相關嘅即係居民咧，我哋都會動員去議會度可能係請願啊。或者係旁證啊，了解即係議會嘅討論係點樣樣啊？咁我相信咧，就係、如果嗰個爭取居民嘅爭取亦都係好合理嘅咧，即、係就算你唔同黨派咧，都好難你話即係反對我哋提嗰、那個即係居民嘅爭取咧啊！咁我覺得即係我係有呢個咁嘅諗法。咁而過去喺黃大仙區會咧，我覺得都某程度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即係如果我一般即係如果係真係覺得要擺上區議會去討論咧，我一定係先會做好我自己地區嗰、那個即係聯絡啊，即係居民嗰個訴求啊清楚，同埋即係組織到居民佢會即係瞭解個事件，咁擺上去咧，咁就都會同啲居民去表達意見啊，甚至去。旁聽列席嘅議會啊，咁始終都係個議會咧，就係議席個數量就緊嘅。而作為一個政黨啊，即係無論你係建制派、非建制派咧，都期望自己個議會裏面增加議席噶嘛。咁增加議席嘅過程裏面咧，就係話你能唔能夠透過議員啦，或者地區工作啦，或者一個議會咧，係成就到啲自己嘅成績，而將來就變成可能係爭取贏呢個議席，或者係連任呢個議席咧，一個好重要嘅一啲嘅成績表俾人哋睇啊！嗱，呢個過程裏面，頭先你講你哋黃大仙區議會就比較係即係唔係咁衝突式嗰種啦，喺議會嗰度，我講議會度啦。咁即係話但係冇理由冇競爭㗎。即係如果我係建制派，我幾大都想有日攞咗你個位，變成我建制派多個議席㗎嘛。有競爭，但我講埋先咁。通常有兩種情況的競爭嘅，一種咧就係我叫做正面嘅競爭，大家鬥做啦，
你又做我又做，你又爭取啲嘢係跌誒識市民需要嘅，我又唔會反對你。到時我又做多啲嘢，我又做多啲嘢，而用個數量以至嘅質量咧去贏你嗰個嘅成就啊。第二個就係負面啦，即係我就係咁樣唔俾你，唔批俾你，或者唔同意你，或者同你拗餐死咁樣。咁即係如果你聽你咁講，就似乎係第一種多啲，係咪咧？可以咁講，即係基本上係大家競爭。咁但係頭先阿基你提到嗰個係議會咧，即係我感覺到咧，就我哋嗰個競爭咧都激烈嘅，但喺社區嗰度。區度大家鬥做地工作啊，用自己的策略怎樣做啊，用什麼事件啊，怎樣組織的手法啊，怎樣 去做地區居民的聯繫的功夫啊，然後在選舉裡面競爭啊，即我們那個戰場呢會放在區度多一點，而在當一上到議會呢就相對上我諗相對上傾向就睇嗰個事件本身，即居民嗰個要求合唔合理。咁如果居民個要求合理咧，咁就會就唔會太大呢個分別。即我只嘅感覺上係咁樣。呢個係非常之特別喎，呢個好特別咯。我嗱，即我真係咁多年經驗都喺黃大仙區會啦。咁但我有陣時都聽聞其他議會咧，咁就這個的氣氛呢就比較困難的，比較困難的。但是 我始終是覺得即我自己 去做呢，因為我自己剛才講一路我是做地區呢，我自己的重點我都覺得是個區是最重要的。而我剛才講一加一等於二呢，其實我自己會多，尤其是最初參選的時候呢，因為未入過議會亦都不知道議會可以發揮多少，我講過一個議員呢是個區議員的角色，個身份是多過是個區議會嗰個推動。咁但係當做咗之後，慢慢慢慢又覺得某程度議會亦都某一啲嘅做法或者為某效果亦都做到嘅，咁我咪喺嗰邊做啲推動咯。咁但係覺得如果真係個議會發覺其實嗰個文化氣氛未必係好有利推動嘅嘢咧，咁我覺得個關鍵都始終喺翻個區度，係即係再重複一次，就係你係咪即係組織到個居民有個就凝聚力，然後就住個事件係好清楚，即係嗰個係先係最關鍵。咁你議員本身就有個角色噶嘛，即係我哋議員嘅角色嗰陣時候，基你都知道就係點解會有陣時純粹公民組織會有限制咧，就係即係有陣時而家個趨勢之外，如果你有議員嘅角色咧，你去約政府部門咧，係一定係好好多嘅。譬如房屋問題，咁你約房屋經理啊，甚至去到去約總房屋事務經理啊。即係啲好，尤其是好地區嘅咧，係要解決改善咧，係相對容易啲。OK。咁但係我哋做嘅手法就是我哋唔會淨係議員同佢傾咗就講解決咗嘛，即係我哋會連埋啲居民。但一般嚟講咧，即係議會有兩種嘅吸引力或者引誘咧，係令到議員或者係個政黨咧就會朝嗰個方向走嘅。一個就話，當你議會嘅議員人數越多咧，你就係嗰個嘅資源就會越多啦，因為你可以係多咗議員啦，多咗議員辦事處啦。政府有對每一個議員有個資助啦，咁你令到你可以又請多啲人啊，又要做闊啲做廣播咧，係咪區裏面嘅一啲政府部門嘅頭頭啊，就會容易係你約佢開會又好啊，佢聽你意見又好啊，甚至有啲灰色地帶，佢又會容易接受你多啲啊，因為你喂個議會裏面你咁多人喎，咁佢都有避忌噶嘛。即係如果呢一個係一個係一般所有搞政治嘅都有呢一個嘅所謂引誘啊，或者引力啊，即係你自己或者係民協，或者你覺得其他同一個議會裡面嘅其他政黨有冇呢一種咁嘅所謂吸引或者引誘咧，係令到佢哋朝呢邊走？而如果唔係嘅，即係頭先你講好似唔係啦，係咩原因好似可以抗拒呢種咁嘅吸力咧？不是，我覺得你如果是政治團體或者政黨，你一定是想增加自己的力量的嘛，一定是想增加自己，這個不會不做的，只不過就是可能是風格，或者如果你黃大仙區就是可能就是一些傳統啊，可能是地區做法的傳統啊，或者一些政治氣氛啊個傳統呢，就是同可能我只感覺同其他議會是有些不同的，但是即係要去爭取到嗰、那個即係多增加值咧，呢、這個係即係係必然嘅。係嗱，呢個情況咧，頭先你講嗰個嘅
議會情況對我嚟講咧，就係相對我了解不同嘅區議會，真係好少有黃大仙咁嘅情形。即係話，如果係嗰、那個當然你維持呢個現呢、這個現狀咧，即係我假設咧，就係你或者其他政黨咧都覺得係呢個現狀係 OK 嘅。係。咁即係話咧，喺地區裏邊咧，大家喺嘅民生工作、居民需要上面打生打死都好啦，大家爭都好啦，一到上到議會咧。如果啲嘢真係市民需要嘅話，大家都支持，同意，大家都要逼政府去做好佢。大概方向咁樣，咁、就唔係喺嗰個議會上面咧，就變成一個戰場啦。係，咁呢個係咪你覺得係我始終有一樣嘢就係、是，如果其他嘅政黨喺其他啲議會都係文鬥武鬥都齊曬嘅，點解喺你呢度唔用咧？嗱，你試下咁樣啊，你個經驗啊，基你有嘅就係、是。在七黨一派的過程、是不是類似這樣的效果？你深水埗區議會都試過、啊、即我想你有七黨一派就是當時你是戰龍在野，我印象是吧？但是立法會就算立法會都當時是就著一些他認為是民生或者是大家要去推動的呢、都曾經試過是各黨派是同意然後逼政府做的嘛，是不是？即說是可以試過是可以這樣的嘛，只不過個過程很多變化。 我自己覺得呢，就是黃大仙的特色就是、是一路即很多這樣的過程的，但是呢就大家即可能是個慢慢個無論是個即、互相即是有競爭，即區呢一定是有選舉，每次都有競爭，還有個選舉有這些尤其是特別重點的選舉都是很大 很激烈。但是選完之後在議會呢，我們是相對是傾向呢，就是好像那時候立法會七黨派，如果那個是、覺得是居民要即是提的意見而是值得做的呢，都是很即是、是通過議會要求的。有一些例子呢，譬如我最近講聖母醫院重建咁樣，咁啊聖母醫院重建咧，我哋係要求咧，係黃大仙區議會係要求聖母醫院重建之後咧，要喺重建嗰個新嘅醫院咧，係增加服務嘅，唔係即係整靚咗啲嘢咧，其實服務係不變。咁但係最後咧，佢嗰個只係加咗好少量嘅病床，其實冇特別其他嘅增加服務，咁我哋好不滿意嘅。咁我一路要求嘅重點就係要加急症室，或者就算做唔到急症室，都係一啲夜診咁，但係一路翻嚟咧都係做唔到。咁我係曾經係廿五個議員啦，都係聯署係提一個動議，要求佢係要增加急症室啊，增加啲相關服務啊，即例如呢一啲嘅例子，我哋覺得個區係有咁嘅需要嘅咧，咁我哋就可能即唔會特別分即係黨派，都係一齊去爭取。即呢個我覺得嗰個可能係黃大仙區會，即我做咗廿幾年都係大致上咧係維持到呢個大嘅方向。今日咧我哋非常之多謝許錦成議員嘅訪問，咁剩翻嘅時間我俾阿許錦成幫我哋咧就總結一下，即係咁多年啦，有呢個地區嘅工作啊，議會工作啊。他覺得個最精髓是什麼呢？我剛才說了、就是、第一呢就是我都說了，就是做區呢、啊、如果是你真的要愛你的社區和投入的區、啊、那就要學識怎樣去跟個、就是、社區去、就是、談戀愛，否則就我覺得你是、就是、不會做一場的、啊、還有你做得久之後呢，有很多嘢咧，就可能你會將佢我哋叫公式化。你慢慢你對區個觸覺，或者對區個居民嗰、那個回應嗰個感覺咧，你係慢慢就會可能係唔強嘅。咁其實如果真係去到咁嘅階段咧，其實你要諗咧，可能你要就會轉另一個角色啊，或者係即係慢慢即係你可能已經需要咧，就即係唔好再喺個區度做啊。咁所以我覺得就咁多年同埋我自己經驗咧，其實我係同區裏邊嘅居民咧係一齊成長嘅，我覺得。即係我做咗廿幾年啦，亦都即係可以講就係我自己有個即係專業嘅訓練啦，我係社工啦，亦都做咗幾年嘅即係社工作先嚟做竹園區。咁但係我都覺得咧就係做區永遠咧係都會有新嘅嘢出現。啊、你都要虛心去做，同埋咧就係、是、我哋其實好多時係我會同居民嗰度咧係一樣學到好多嘢，
會令到自己有成長有增長，一定是從這個，我覺得是心態先，從這個心態你要愛個區，你是願意投入個區，你喜歡落個區，喜歡跟居民的接觸，那你才考慮你真的要做區，要不然你可能做了十年八年你就會覺得哇好久了，十年八年，那我可能就很多東西就覺得是行李如儀啊，或者是做得很多是很機械化的，其實就慢慢你其實會跟個區慢慢接接的，那你一定就是要愛個區，你直接去同個區，還有如果你這樣呢，其實我覺得你會慢慢你會在個區裡面越來越感覺到一些你值得去做，同埋咧有呢個動力，我覺得呢個係即係最重要同埋最關鍵嘅。好，今日多謝你咁滯。好，多謝曬，多謝曬，多謝曬。我哋呢、這個特輯跟住嗰三輯咧，都係集中做一啲嘅地區做得好有特色嘅人士或者議員咧，佢講述一下佢自己嘅心路歷程。大家知道係2014年嘅佔中之後。同埋最近呢一段時間，不斷政府咧係去打壓一啲嘅搞社會運動嘅人士咧，係好多人咧都話咧要自己落區。究竟為乜要落區呢？落區想做啲乜咧？你想令到個社區達到啲咩嘅效果呢？還是係另外啲嘅個人嘅意向？我自己要做議員，我要擴大我嘅政黨嘅影響力啦。很明顯，從剛才許錦成所講的說話裡面，我覺得是有幾個重點要突出的。第一個，搞地區工作，搞社區，你要愛這個社區。其次，就是為什麼要去做選議員呢？議員當然是一個目的，也可以有一個工具。許錦成提過，一加一是大過二的，即是說一個地區本身的市民的力量，一個議員的力量，個別兩種的力量去做事，相對於兩種力量的結合去做事，這種結合的力量是比兩個個別力量分別做事是大的。而更重要的一個的這個區的特色，就是原來不同政黨雖然都有去hold住要攞多啲嘅議席，但係佢哋嘅競爭，佢哋咬手瓜，甚至係爭奪一啲事件改善問題咧，都喺個地區社區裏面咧係打三打四。但係上到議會咧，個議會裏面如果嗰啲係民生嘅問題，嗰啲係街坊嘅需要，大家都會走埋一齊咧，係拱推要政府咧去做好佢。好明顯，但你睇清楚啦，我哋工作上面嘅對象對手，原來都唔係對面嗰個政黨想嚟搶我個位嘅其他嘅候選人，而係政府。因為有呢啲問題出現係政府，要改善呢啲問題都係政府，要做好呢個社區，我哋嘅對手，我哋嘅對象，我哋嘅目標就係政府。